好的，我们本场的第一位 MVP 究竟会是谁呢？请揭晓。恭喜林志颖哥哥再次蝉联 MVP， 也邀请你的队友为你戴上荣誉戒指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Nice。那接下来我们揭晓的是陈楚生部落的 MVP 人选，前四名的成员分别是陈楚生、董宝石、王栎鑫和于浩明，请来到舞台上。哎呀，老舅，老舅又被提名了。哎呀，老舅。那么接下来就为大家揭晓本场第二位 MVP 究竟归属于哪一位哥哥，请揭晓。好，恭喜陈楚生哥哥。你咋又整个 MVP？ 哎，也请你的队友为你戴上属于你的 MVP 戒指。这个有点不和谐，要不我帮你先戴个？太大了，能不能搞个小一点的？老舅把马提名。你马拿不上、啊，来，请两大候选部落，谢谢，身披披风，长得像哈利波特的，这是啥？哇，这帽子很大哎！好，两大部落已经穿好了冠军披风，请全员登台。本次谁将成为 Top One 的部落，火焰杯会带给我们答案。那现在，请两队的成员轮流为火焰杯注入你们的魔法药水。火焰杯唤醒之后，如果升起蓝色烟火，则代表着陈楚生部落顺利加冕，蓝图写就；如果升起了红色烟火，则代表着胡彦斌部落一举夺魁，气贯长虹。我看小智哥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我们就从胡彦斌部落开始，开始胡彦斌部落的第一勺，大声喊出属于你的密语。All the sea,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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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l the sea。请另一方继续。马里马里吼！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！大家都是好样的。The sea hold, the sea has a yellow husky coat。马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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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想事成。蜜语生效。在此我们恭喜陈楚生部落成功唤醒火焰杯，成为本场的 Top One 部落，共拿下了1675的火力值，祝贺各位。